先生，早上来的，你好吗？我想跟书记给我叫弟弟苏菲亚丁。我今年40岁，我立初分，我要考来10岁。我给中六十五公干，我给改180cm。我读书读中学。我孙伟高，我识最松，中国松，精益精丹，招财招办，招民拢古董。我上海航空作业已经六年，照顾宝宝，照顾公公，买松最松拢紧贴 OK。我上海香港作业，因为我有患到啲癫病，我来办学。我希望先生用来带接我，多谢先生，多谢带，再见，喺香港，拜拜。